一溜烟连影都没见到，去走了，开心呢、啊。好，好，那这个下面有请佑晨开始他的表演。好的，很高兴，对这个来到咱们午夜星翻译字幕组，对，然后其实一直挺感谢，我记得有一首歌是那个。是什么歌来着？敏方是那个摇篮曲是不是？然后你们还帮我翻译成那个中文，就是这个双文的是吧？就越南语和中文的两种，就特别感谢大家，一直都对越南的妹子特别有好感。对，希望以后我们可以啊，继续一直开开心心的，一起玩好吧？然后唱两首歌给大家，祝咱们五月星越来越棒，好不好？啊，除了 OW 五色是男的是吧？好的，没事，我就当他是女的吧。然后先唱一首《像我这样的人》，好吧？最近有点痴迷这首歌，送给你们。孙宝宝准备好了吗？啊，开玩笑，三二一，走。像我这样优秀的人，本该灿烂过一生，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？像我这样聪明的人，早就告别了单纯，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些伤痕？像我这样迷茫的人，像我这样寻找的人，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，你还见过多少人？像我这样庸俗的人，从不喜欢装深沉，怎么偶尔听到老歌时忽然也慌了神？像我这样懦弱的人，凡事都要留几分，怎么曾经也会为了谁想过奋不顾身？像我这样迷茫的人，像我这样寻找的人，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，你还见过多少人？像我这样孤单的人，像我这样傻的人，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，世界上有多少人？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，会不会有人心疼？辛苦字幕宝宝啊，也辛苦我们家广告牌，然后在唱第二首歌之前呢，我想说几句话，就是想这个借这个机会啊，因为今天是咱们这个五月星是吧，五月星这个都是越南的妹子啊，然后还有五色啊，一个汉子啊组成的嘛，所以在这里特别想感谢，想感谢一下敏凤，就是因为敏凤从我们认识到现在就是一直都是很支持我，然后一直陪着我，无论我是直播啊还是歌会啊，对对，所以感谢我们家敏凤啊，感谢。然后唱第二首歌一笑，谢谢大家的话，一笑倾城，宗宝宝准备好了吗？好的，
三二一，走。希望所有的越南朋友啊，能在这个 YY 啊，每天都很开心，好吧？然后我们一直就是可以一起玩，唱好听的歌给你们。总是轻描淡写告诉你我的愿望，也给你千言万语都伸不尽的目光。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，却误了浮世骄阳，也错过人间万象。古城里长桥上，人如海，车成行，你笑得像光芒，蓦然把我照亮。风轻扬，霞未央，林荫路灯车响。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，就承认一笑倾城，一见自难忘。说什么情深似海，我却不敢当。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，我心之所向。想和你游四方，赏晴雨的风光，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，笑若泪都分享，管情节多跌宕，我们不散场。也是我偶然听闻敏感于心的歌唱，也是我惊鸿一瞥而后拥抱的芬芳。这世界风华正茂，可别辜负好时光。六月风走街串巷，六月花茂香盛放。古城里长桥上，人如海，车成行，你笑得像光芒，蓦然把我照亮。风轻扬，霞未央，林荫路灯车响。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，就承认一笑倾城，一见自难忘。说什么情深似海，我却不敢当。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，我心之所向。想和你游四方，赏晴雨的风光，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，笑与泪都分享，管情节多跌宕，我们不散场。谢谢，辛苦辛苦我们家曾宝宝，辛苦大家啊，辛苦，感谢我们家过来陪我的妹子们，然后实习，希望我们咱们五月星越来越棒，希望所有的越南朋友啊能在这个歪歪玩得开心。然后对导演啊，我在，我在听你说话呢。欢迎对，欢迎越南朋友都来中国玩啊，对，可以来我美丽的城市秦皇岛，然后一起去找陆晨搓一顿。道爷作陪可以，你要是把我机票住宿都垫了我可以来啊。也是感谢我们的友晨，感谢这位老司机。好，喜欢我们友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他的微博友晨老司机，他的 QQ 群是4724533338。怎么那么多三八呢、啊、不是，怎么那么多三呢，敲门砖是浪，非常符合我们的友晨。喜欢要点关注哦，谢谢大家。哎，申请这个群号都特别符合我的气质。是的呢。谢谢大家。好的，谢谢佑辰。好，谢谢导演啊，谢谢导演。
事，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的小哥。